我们呢、啊、今天户外教学超狂，然后我们今天来到日月潭，然后我们大家后面在播歌，现在播韩文歌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大家你看，超好笑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会去盖木筏，然后对，看会不会沉下去了。我们到日月潭了，对，没错。然后今天太阳超大的，所以我感觉我会被晒成炭。对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班长，班长，我们班长超制服的那个符号要打。Look at that! That's so epic. 我们到了，好，现在有人在吼，所以就是老师。我们刚刚在打竹筏，然后不知道什么，超级累，不要试。Don't try this at home. Look at this. 对，就是长那样子。他超累的，可是很小，感觉不会浮起来。对，就看他要不要浮了。啊，不浮的话我也没办法，全部都掉下水就对了。木筏终于搭完了，你看我们两个，有说多少汗，我真的手都破皮了，结果又搭一个烂木筏。这个木筏我不知道会不会沉下去，希望不要。如果沉下去，我们就要游回来了。好，我们划船划完了，然后我现在全湿，所以很辛苦啊，日月潭划船。累死了，对，我也不知道，你看大家都湿了，真的是啊，真的太累了，不会，你看自己说有多累，对，很累，他妈累死了，拍出来，现在要走了，然后这里大家都在玩 Pokemon Go， 真的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我很怕有人走下湖，我也想很想看，我如果有人走下湖的话，我一定会拍给你看。等一下要去踩泥巴，然后你看我穿什么？会穿雨鞋。我穿篮球鞋。然后踩那个哎。会穿雨鞋。你在那里有雨鞋？不会，我没有雨鞋。然后外面雨下成这样。然后我们刚才去踩泥巴。My God！ 你看，全湿，全部都湿掉了。全部哎，那个。等一下。你看下面还有人。惨爆了！怎么办？我看你，山丘变瀑布，这超蠢的。拍那里，你看这个，超屌。总之，今天真的太好玩了。但是因为我的屌很大，我们真的全湿了。然后现在我的相机好像对不太到，因为有点黑。My apologies。对，有点黑，对，没错，很黑。只是我的毛巾闪电侠。总之今天很好玩，很感谢学校帮我们弄这个旅游，而且一下子就去日月潭，很好玩。因为以前普林斯顿都只会去开心农场，对，所以很感激。对，可是今天雨真的下很大，你看外面，很恐怖。还好我们搭上校车了，而且我是基本上最不湿的。所以，很开心。